大家好，现在来教各位怎么打四连音。四连音是一个很常见的基本动作。所谓的四连音有两种说法，第一种就是连续打的四个音就叫做四连音。另一种说法就是在一段时间内，通常是指一拍，平均的出现四个音，叫做四连音。重点在于我们要培养出四个音一组的感觉。所以这四个音里面，每第一个音，也就是一组四连音的开头，你可以用右脚或左脚踩踏一下。如果在鼓组上面练习，你可以踩踏板啊，例如说大鼓踏板或者是 hi hat 的踏板。那有打点板的话，像大鼓的打点板，你可以踩大鼓的打点板，或者是直接用脚踩地板，这样也可以。通常四连音是从右手开始打的，交替的打法是这样：右左右左。有些鼓手喜欢从左手开始，变成左右左右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事实上，不管你是惯用右手或者是惯用左手的人，你都要练习从右手开始打以及从左手开始打两种方式。现在画面上你会看到我用左脚踩拍子，在第一下的时候要踩下去，想成是一二三四四个点，一二三四。更好的方式，我会建议是 one e n r，这样当成第一拍，第二拍 two e n r，第三拍 three e n r，four e n r，这里是四拍一个循环，当然看音乐而定哦，有可能会是三拍循环或五拍循环，大部分四拍循环的情况，我们就这么练了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我刚刚这个练习没打完一组，我休息了一下，其实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方式。刚刚要休息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一组的感觉。那实际上，连续的四连音听起来是这样子。你也可以反过来变成左手开始，有一些常见的四连音的问题是在于左右手的速度不够平均，像是这样，这个是不理想的，或者是声音听起来不连贯，one e n r two e n r。这样子的点并不是很理想，尽量让你左右手的音量跟速度是平均的。最后再示范一次正确的四连音：one e n r，two e n r，three e n r，four e n r。